你们好，我叫冯东东。哼，冯家我可没听说过。我劝你死了这份心吧，云家可不是那么好攀附的。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你们可以看看，以后云家所有的财产都与我无关。真的假的？那你图什么？ 云苏对我有恩，我以后会报答你们云家的。我已经查过资料了，云家和上官家相比，云家的客户远不如上官家。但我有信心，在1个月之内，我能策反上官家，近70%的客户。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！我才不信你那一套。我今天带来的这些资料，相信你们之前都不曾见过。这个李春来是上官萧最好的朋友。 在上官萧去世之后，还是和上官家保持着合作，但却改了个名字叫张伟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秘密，所以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攻破他。走了。这边需要登记啊，张伟。张伟，张伟。 怎么有那么多人叫张伟？之前不是调查过吗？全国叫这名的几十万人，还有个特别厉害的大律师也叫这个。我知道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再等等嘛。不行，我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。哼，那要不然你先回去。 我自己去找也行，也不行。说好了一起，就是要一起。这画儿真不错。 那您太有眼光了。这个作品名叫《刺客》，你看短短的几个线条，就把这凌厉的画风给表现出来，有没有觉得一股扑面而来的杀气？是有一股杀气。这画儿多少钱？4000万。是挺有杀气的。把你的钱骗光，这个刺客就成功了。 真幽默！来，张总这边来。什么？什么把我的钱都骗光？你可得把话说清楚。艺术品之所以都没有明码标价，都是用来拍卖的，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不值，随便编几个故事，造个来历就敢卖几千万，也就骗骗你这种人。你这话说的，艺术品可是无价的。艺术的确是无价的。 可是据我所知，你就只是画画界的艺术混子吧？2个小时画一幅画几千万，胆子挺大的，比我还能装。听君一席话，如梦初醒。怎么称呼？云苏。哦，我叫冯。上官初夏。谁？ 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，下次聊。哎，你干嘛说我叫上官初夏？他就是李春兰。上官家的人，李春兰。 刚刚是不是云家人在找你？找过我。你想帮他们？我没有，我知道你们不会让我帮他。知道就好。上官家可是你惹不起的。就算他们识破我，也不会帮他们。这么听话，你不是上官萧的兄弟吗？我也是。云苏。 臭小子，怎么又是你？我早就想揍你了！别去，别为这种人脏了自己的手。你跟你父亲一样，都是孬种。不准这么说我爸！我就说上官骁是个孬种。